手游酷玩。这个冬天也太冷了，小坚果想想办法，冷得我直打哆嗦。怎么这么大的烟啊？小坚果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我们在烧火取暖啊。小坚果，现在都不是这样取暖了，我那有一个取暖的东西。很管用吗？我这就去拿给你们。叔叔，小坚果回来了，这个东西叫电热毯，取暖非常好，给你们用。谢谢啊。哇，效果真好，真的不冷了呢。是啊，真的很暖和呢。你们这个东西真易燃啊。这智商，请勿模仿哦。取暖，喜欢记得订阅。